来体验一日鸡蛋糕师傅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就是分蛋，做面粉。哎、欸，他是先打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来做鸡蛋糕的面粉。我们刚刚有学到一些技巧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先分蛋。我们曾经也有想要就是做鸡蛋糕餐车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做。我们就只会说，如果我们做鸡蛋糕，你们会来跟我们买吗？应该会吧。以下开放留言，如果开在巴德的话，对，会有一个要买几份？如果超过50个人说会，我们就开。我们就开50个哦，大家至少你们每个礼拜都要来一次。我们就在上面印那个吃货们的图腾，对。波拉算是会打蛋的人吗？我想一次打两颗蛋，是可以。会不会他们俩弄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就是还在实习，我们还没有办法一次打两颗，因为一颗就可能会破。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分开来，没错。然后等一下再打发。所以我们虽然讲过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连。一个步骤都不会，我们根本就还没有，不过就没查过食谱，但是我们现在会了，真的吗？50个留言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实做了，等一下我们会试吃看看我们做的口味好不好吃。对，等一下我们还会真的去烤。那这些口味大概会有9个，你们可以上去那个吃货们那边看，等发布影片的时候，我就卖这9个口味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今天没人留言，不敢吃。都吃完别开了吧，还有很多蛋嘛，快没了，剩三颗哦，剩三颗哎，三颗，快完成了，要来学下一步了，打发，可以了，打到十颗果体哈，现在在称重，要加面粉下去，哎，记起来了吗？笔记笔记，20颗蛋，2颗，2000克，好来哦。来看下面的数字，这应该不算机密吧？不是，这样网络上上面都会写。现在多少了？900，好可怕哦！他完全没有在怕哎。1500了，好像不够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完蛋！可以啊，可以，600。加600，笔记。2600。哎呦！矿泉水，不错。哦，就一罐矿泉水，600cc 的矿泉水，我不知道了。所以，我们一次就只能做50份哦，大家记得要来抢哦。自己玩一下。但好像有大部分人都会保出来。要多就多一点，要算多一点点，不能刚好。哦。那我们来讨论一下，如果我们做鸡蛋糕的话。你们会想要做什么样的图案？吃就字，字就直接是吃货们，就3个字这样子。还是我们要分开一个口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自己去拼。太难了，这样不能做有馅料。那除了有吃货们以外，还有什么就是图案吗 ？Q 啊，哦，我们的名字，还有英文。因为那个模具一做下去就不能再改了。所以这边就是吃货们 PQT， 还有爱心啊，哎，现在是 PQB 咯，不是 T， 现在是杯啦。PQB。那你们本身是爱吃鸡蛋糕的吗？嗯，我好像蛮喜欢的，那你们就是如果红豆饼跟鸡蛋糕选一个的话，鸡蛋糕，哎，真的，所以你们不喜欢有没有馅料？也要有馅料。你也不喜欢，你喜欢吃面粉。因为我刚说我生完就要开始吃一些我想吃的，这样他说不行，你一年内你都要控制，因为一年内听说是危险期，危险期就是会让你就是以后会不会有糖尿病，就是要看这一年。那你再生第二胎啊？你再趁这时候生第二胎。你要分开控制很累。对啊，你要总共花分4年哎、欸啊，那你就一次再生。控完。他说我不要，你们两个不要。就自己生。自己生。我们还没有那个打算。还想还想。我昨天在路上啊，就遇到路人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天，然后他就叫我把手给他看，他说哦，你这个。他直接看你的手。他直接看我的手，他说你这个。
这个要很晚喝。我说30岁算晚婚，然后说不行，要30岁以后。那我心里想说啥意思？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能结？你都路人结对啊？那算是农历后的还是国历？应该是看农历，对不对？那你很快啊。那就因为农历 整整多了2岁、欸啊，快2岁哎、欸。那好像也还好。因为像我也是有人跟我说我要晚婚，然后他们说其实28在农历28岁就算是晚婚，所以我们早就都已经我早已经过。对对，你这时候就已经是要晚婚了，不用担心，你会过得很幸福的。婷婷要来教我们怎么做鸡蛋糕。好，鸡蛋糕首先就是要先。打这个叫做鸡蛋糕粉，鸡蛋糕粉，粉浆，粉浆打一半就好了，因为后等一下要加料，然后再上一层，再上一层，这样够吗？乳酪，这个应该是里面最好吃的了。甜甜，你会做鸡蛋糕了吗？我会了。好，那总共步骤就是先加一层，然后加，如果要加馅料就再加馅料，然后再加一层，翻面烤3分钟，再翻面烤3分钟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店了。50份就开始。开始想要吃哪一个口味呢？大家在下面留言。